如果所有单发狙都能开进拉栓会怎样呢？在目前的游戏中，只有 M200 和 AMR 可以开进拉栓。如果现在单发狙都能开进拉栓，会有什么改变呢？一 98K 墨西纳杆 M24 AWM 小加强，这么改的话，对其他单发狙都是一次不小的加强，因为之前打一枪必须闭进拉栓，之后再打开，而狙击枪打的一般都是远战，很可能在你关键的一秒多时间内丢失敌人的位置，这是玩单发狙经常会出现的事情。现在都能开进拉栓了，丢失目标的情况会变少，而且射击会更连贯，这四把单发狙是小加强。二晕94大加强，如果真的这么改，最开心的就是晕94了，因为晕94的射击间隔非常短，只有 0.6 秒，这样晕94就可以变成连狙用了，但它的伤害还贼高，晕94相比其他单发狙加强更多，属于大加强，用的人会更多。三连狙用的人会变少，单发狙整体被加强了，那同为狙击枪的连狙热度肯定会下降，因为大家更多的选择单发狙了，连狙因为没有加强，用的人肯定变少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下期见。